这小子要干啥呀？我得防着点他，瞅头型不像啥好人。哎呀，还戴个套袖，这是要……你嫂子给你吓的，他就是要跟你玩一会儿，你躲啥呀？玩啥呀？快点的！不是你先别拽我，你等一会儿呢，玩啥去？还能玩啥？打地鼠呗，锤子都准备好了，快点！不是，你们去吧，我。